或者克雷吉的胜方，是将会今天11年后的小特彻底觉醒了，是吧？彻底觉醒，特别是对西金斯，以前一直都是被西金斯压着打。好的，欢迎了啊，朋友们，怎么都看不到我的好朋友来了啊？就来了几个，不得了，多点来，多来，多来多来，来多来多。啊，来了，马老师啊，你好，广州下小雨。我自从认识了你，我的印象当中广州都是在下小雨。今天天气怎么样？广州啊，是不是下小雨？今天天气应该好了很多了。先陪更好的，我正在陪，正在一个人的夜，肯定有我。还行，偶尔开下。春节了，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不知不觉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过几天就是春节了，非常热的天气，25度26度，短裤拖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电锅绿胶啊，感谢你的火红支持，电锅绿胶。先师就是缘分嘛，也欢迎主舞台的朋友来到主播的直播间，跟主播一起聊天看球。感谢为有牺牲牺牲词的订阅，范振义哈，中国球员开球了。Thank you, first frame, Fan Zhenyi to break。先开球，先获得发球权。范振义这期要夺冠。他夺冠一点都不奇怪。这个桌子虽然角度不是太好，但是因为是范振义的比赛啊，那就肯定要转播啊，要转播。这个球可以打带跑的应该哈，打一个低杆的左边旋转应该是可以回球。摔了个带，摔了个带。中带有没有越位？有没有越位了？这个要找一下助理裁判去判断一下。估计应该是没得打哈。如果没得打的话，可以做一个十字回球，先做一杆妥妥的防守。好球，范振义的一个视觉哈，明显是一个左眼的瞄球。同样啊，这个球也是可以打，也是可以跑，但是有点薄，要加白球也贴库，就成个底就算了哈，就成个底，有一点点保守了。如果这个球啊，有一点点的保守，马老师今天不要帮准哥画线是吧？就是我就只帮范振义画线，是不是？不得这样子哈，不得的啊！我们啊，还是希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在精彩的比赛里面晋级啊，这样就是最好了。薄边回球哈，薄边回球啊，打厚了一点啊，还好避开了篮球，球队也一步一步的闪开。培根好的，培根哈，培根，同样一个薄边两库，不错，避开咖啡球，哇，这个球就有杀伤力了。这个球白球也贴库了差不多，所以他应该就只能打到左边，啊，打右边，右边应该是有一个打带跑的线路哦。啊，是啊，有哇，还打好了，
首先进球的是威尔逊，好，培根啊，吃虫子了是吧？就那么行。今天在主舞台啊，这个可能啊不呃不，哎，别管他了。刁那么星你好哈，你要给我哦，感谢没有你真的小月亮超粉虎亮啊支持。这个球有一点点麻烦我哈，能不能贴的话也不好贴我，就轻轻的贴这个，轻一定要轻。啊，还好哦，中袋也没漏哦，不错，底袋也没漏啊，完全没漏，是不是？没有漏的。拿个榨干吗？拿个榨干。啊，漏了是吧？没漏，这个球应该没漏。感谢 RBA 的小月亮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组合啊，这个组合太难了。两个球的距离太远了，那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啊，几率不太高。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为主播来一波订阅，也可以把主播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帮助主播增加直播间的热度。非常感谢大家，薄边两库，不错，白球，重点是白球能不能贴库啊？啊，好了，贴库的话就形成了威胁了。像这样的反手，我们只要控制啊白球贴库其实就可以了，因为白球贴库的话会影响对手的一个出杆，啊，他的一个出杆的一个厚薄。难以控制，容易出现失误。蹭一下，算是一个机会。远台的话打进了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可以选择不打。如果沉底的话，这里会被漏，也可以沉底，因为这个球白球没有明显的一个啊回球的一个线路。为什么只有你的直播间的赛程看不到是吗？只有我的直播间，因为我的直播间比较特别啊，我只能这样子回答了啊，没办法了。是吧？打是吧？打不打？打的话就回不去了啊，因为白球只能下一个高杆啊，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就可以直接上粉球或者篮球，这边也可以做篮球啊，很多选择了，看他选择哪一个。这边手架不舒服的这个球哈，选择这个的话，应该高杆的话就这里了，先做一个低分区，轻轻推进啊，先得分。然后这个球的话可以偏直的话可以先做中带的红球打停，差不多打停了，麻烦了是吧？施赫无赫，施盘无赫，感谢你的订阅。施盘无赫是不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四位零零后啊，非常有前途的小将？施盘无赫就是施家辉、谭俊旭啊，吴一哲还有贺国强是吧？好像漏了刘宏宇，对不对？啊，刘宏宇也不错。赵云粉的小月亮支持，感谢哈。这个球角度好像大了一点了啊，可能是需要用库，不用库的话就打一个低杆低推吧，应该是这样子。对，低推就低杆刹车球咯，就这样子。角度有点大，中带这个球还是可以来到这里啊，一个小小的低杆，对，还有个流呢是吧？这个也不一定的啊，不一定啊，每个球迷的薪水都不同啊。
啊 ，K 亭不错啊 ，K 亭不错，那就可以直接做了啊、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那黑球的左右的线路就啊、完全打开了。中低杆一库，中低杆一库，那看一下值不值了。值不值、啊、有一点向下，有一点向下，就是中低杆、球形的分布非常的舒服、啊、不单只散，而且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球形，就是平时练球的球形、对威尔逊非常有利、啊、这个球形。威尔逊也是一个非常的稳定吧，可以这样子说啊。无论从他的动作、他的打法，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选手。可能打出来的球没有那么的悦目，如果直的话就低杆一库啊。打出来的球可能没有那么悦目，但是稳定性非常高，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波动。总哥本赛季表现还能排在前十不容易是吧、总哥其实他单赛季的排名应该不太好了，单赛季的排名应该是排到20名开外了，反正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球员锦标赛的资格，暂时啊暂时没有、总排名是前十，我看一下凯罗尔逊是排到33，单赛季的排名排到33了所以说他还需要非常努力，因为马上就要进行球员锦标赛，单赛季排名前16的球员才有资格参赛。那就中带的话可以直接一库，两库应该不会了啊，有一定的风险。也可以啊，但是要避开红球啊，同样的位置能来到这里，那就是中低杆 stun 啊，轻轻一点就可以了。马老师，你们教斯诺克平时练的球型有哪些啊？欢迎你来我们的世界斯诺克学院广东分院来参观一下了啊。这里很难说吧，说不清楚的哈。低杆左边的旋转同样连接黑球，那就简单了啊，这个应该是超分，应该就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超分了。球形的话怎么说呢，我们学院的球形是可以说是很有趣的球形啊，很多很有趣的，就是跟以前的一些练习无谓的一些练习会有分别，就是让球员，很多球员来到我们学院都感觉我们的练球挺有意思啊，不是那么的枯燥，因为斯诺克练球的话的确是以前那一套可能要被淘汰了啊。巡回锦标赛名额是不是增加了12个，有12个的名额，就是前四的话就直接进入8强，然后第5到12名就打一轮应该是这样子。第一杆篮球，这局没了，那个球有一点点的冲动啊，冲动的惩罚中低杆一库，高杆就这样两库同样能去到这里。第一局就让凯文威尔逊先赢哦第一局就让他先赢一下，第一杆应该是白球可以向后。这桌子的角度就转播的角度不太舒服没有一号桌那么舒服
是的，太冲动了。为什么呢？刚才他也来过这里，看了一下，观察了一下，成个底其实是可以接受啊。打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白球是不可控，就特别是这样的球啊，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性价比是不高的，是完全是打不过啊。打进了又不知道有没有连接，打不进就一副都害，所以这样子的球我们选择的话就一定要小心。慢些。哇，就马上来干破百吗？啊，常规操作，麻烦了麻烦。这个是八进四，赢了就半决赛。八进四啊，新元市长你好，死亡铁三角来了你好。家里台球排名第一，感谢你的荧光棒。二叔公教落佛山自强，家里台球排第一名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预言就可以结算了，预言就可以结算了。然后下一局的预言就来个总分哈，总分能不能达到101分？101吧哈，101啊，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能，一个就是不能啊。十分钟的时间 ，OK， 马老师这画线装了导航了是吧？我们国内的导航都在进步了是吧？世界领先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也 update 了一下我的导航的系统。刚才的都是一些常规的线路啊，其实都是常规的线路。范振一的一点点的小冲动啊，也为自己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哈。第一局只是第一局，没问题。毕竟比赛还是强五的比赛啊，大把的时间。威尔逊是不是也挺有实力的？他也是长期排在世界前八的吧，几年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八的一个球员，肯定是有实力，也是90后应该公认成绩最好的了吧，曾经拿过6冠军世界排名最高，也就一直排在前八嘛，世界前八前十里面嘛，世锦赛最好的成绩也进入过决赛我觉得他是90后的第一人了吧，应该不抽奖吗？现在还不想抽啊。Human， 感谢你的订阅。Human， 这个是八进四的比赛。对，单局限时赛，他跟施家辉抢点球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印象都非常深刻哈。打了5轮，大家都能打进。第六轮是5轮还是6轮，反正施家辉是每个球都进凯文威尔逊也是连续进了5个还是6个了，已经很厉害了，打了5个是吧，非常厉害。主播看一眼隔壁啊，看一眼隔壁，好，就看一眼了，看一眼隔壁的情况。好球，卡特也上手，克雷吉1-0啊，克雷吉1-0，好了，肥来了，肥来了啊，肥来。除了火箭老西，威尔逊基本不怕任何人啊。其实他，你都可以理解为他都不怕的，只是实力上面、打法上面会有互相克制啊。可能你说的面对着火老师或者面对着西金士啊，他的胜率可能比较低一点。这个并不是怕不怕，是实力加上一个打法的克制，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他们的一个交手的玩机吧我觉得更加应该是这样子去分析。好，有没有陪一根的朋友，黑牛哥、威尔逊、斯诺克、清源、小龙、佛山、蓝精灵、卡车司机、木秀玉林的粉丝灯牌，感谢卡车司机。蝴蝶甘露乌托邦家里台球排第一感谢
感谢大家的支持。哎，这条线路比较新颖哈、很小球员这样子去做防守啊，比较小啊，也不是没有啊。培根好的，培根云中气，感谢你的订阅。一个薄边的防守、控制好力度，线路基本上都非常清晰，控制好力度就可以给对手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了、也不错了。这个位置应该不能打，这边最右边，最右边了哈，如果能打得到的话，同样的一库两库，两库回球，如果加点旋转的话就三库回球都可以选择哈，反正手架也舒服，扎塞也方便也容易哈。范和福德第八局绿球叫咖啡球，一直准是吧？一直准，就是很硬是吧 ？SGE 的粉丝灯牌哈，感谢。这个球可以选择进攻啊，就是因为打进了。会有黑球啊，没错，打进了会有黑球、还是需要主动一点，偏直哇。直的话，这个红球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反正都是低杆一库了哈。这个球看一下，如果中间那个有就最好，没有的话就可以想办法做一个中带。没有不够也是打。当然是有难度哈，那个球还是有一个底带，底带的话可以低杆左边旋转继续回来做黑球，但是如果也可以选择哈一个中杆推上去做一个蓝球，因为低杆都差不多，难度都差不多，难度都差不多，方程一啊，尽量的显示自己一个好球哈，好球，显示自己的一个进攻的特长哈，并不是在于防守，范振一的特点还是需要把进攻发挥出来。开球对了啊，打得很低，这个球要不错，中带有没有连接？有了，应该有啊。16好像没有哦哈，好像没有，这个球应该有，但是有一定的难度哈，这个球可以一个中低杆回来，但是很难打，这个球进球的难度很高，看他选择了。这个薄边吗？这个有点薄，这个球是有点薄哦，会不会只是反手？如果打进的话，白球应该都是这样的线路差不多，很薄哈，很薄很薄。肖鹤型的荧光棒 ，SG 的粉丝灯牌，海岸华仔的荧光棒，我有新斯诺克，感谢。早上好，你好，肖鹤型，早上好。哦，还是选择打这个，这个球的话就一个中低杆，因为这个球难度在于你白球不好控。就是很难去判断那个白球走多少多了或者少了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粉球难度太高了做一杆反手，绿球能打得到吗？绿球能打得到的话，这里是一个不错的位置，这里是最理想这里的话是最保险，反正那个目标就是要白球要贴库哈，尽量的做到贴库，尽量做到贴库，一准无难事是的。职业球员不会怕你准是吧？但是会怕你准到底是吧？哇，直接打吗？哇哇啊！这个球的目的，我觉得就不好哈。这个球为什么这样子打？不得这样子不好啊！这样子就打进了，做一个远台，
希望他继续准哈，希望他继续准。嗯，感谢麦麦的奖杯支持啊，麦麦，感谢你的奖杯支持。嗯，是的，这不好啊，这不好，不应该这样子的。啊，你发现前十六的球员绝对不会这样子打的，不会去刻意打一个这样的球，这样的球就有一点业余了哈，显得有一点业余。啊。不应该啊，这个要啊，因为这六分有什么作用呢？没什么作用啊。如果你能做一个好一点的防守啊，给对手更加大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幸好没有漏哈，打不进也幸好没有漏。这个不得哈，这样如果是我的学生就打屁股啊，目标不明确。如果你拼一个中带的话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打一个底带这样子，那就不如不打了啊，推到这么远。你打一个中带啊，两库回来啊，这样还是可以。就是他的想法是那个球本来就很难打啊，可能在他的心里面打不进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打不进的概率挺大，那我就保守一点吧，白球放得远一点的地方，反正我打不进也没有大漏，这样在一般业余球员来说是非常好用的，也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在职业行列，特别是你是一个排名这么高的选手，就不应该打这样的打法出来哈。这个啊，显得比较业余，要有把握就应该定啊。是你如果选择进攻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的更加的富有攻击性哈。这样子啊不好啊，就打进了，你打还是不打呢？是吧？你打还是不打呢？你自己把问题啊留给了自己。你应该把问题留给对方，也推进了，也推进了，厉害了，凯文威尔逊，打地打地啊！肖鹤行的超风虎粮，感谢，麦麦的奖杯，麦麦的虎粮支持，肖鹤行的荧光棒啊，钟迪安一库。球形也非常理想了啊，这个时候，那就不好搞了啊。第一杆，直接第一杆先做个篮球了。年轻人是这样子，理解他的，要好好磨练一下。23年是吧？这个你是看不到的，其实这样的打法，你只能在业余里面啊看得到。业余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打法。用篮球做文章了哈，用篮球做文章，暂时还没有，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啊。粉球现在被锁死啊，也轻了哇，这个球也轻了。轻了的话可以推过来这里哈，这个红球有右边的底带或者药台，药台的话就不要了，不要台也可以，距离跟角度都可以接受，粉球如果有的话就更好，粉球如果有的话就直接中低杆打停一点点，没有的话也可以推上去做好球，都是舒服哈，这个角度还是舒服，舒服了，那就值不值？有角度就可以升上去，做三个红球，这里吧，这一个，又有了哈，又到位了，麻烦了，又到位了，到位没有到费哈，还好。马老师明天播不播？明天，明天肯定播啊，明天半决赛，凌晨3点播，
啊，晚上九点钟的应该播不了了，因为我们学院啊年会，啊学院年会的，啊 ，Human 的虎娘发迹于腾方啊，于老师你好啊，你好啊，于老师，业余的天花板啊，这话也没有并列的意思吧？什么并列？范真一虽然厉害，但是他性格是属于牛嗨，什么情况？啊，看不懂你说的话啊，看不懂啊。小特那么准，基本都会带反手拼长台，不会无所顾忌的打。嗯，啊，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嘛。我们打每一个球，其实都要需要留有后手。你没有后手，就证明了一样东西，就是你没有更多的办法，就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的选择是多的。我不一定要进攻的，啊，不一定要，特别是这样的进攻，也没问题吧？就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啊，去尝试一下这些打法也是可以的哈，总有这个时候。我要粉啊，队长！哎呀，对 ，sorry， 于老师，我明天安排，明天就安排。我吩咐我的猪哈，最近我都很忙啊，我都很忙，我非常忙啊。啊，明天必须安排啊，队长，你等我增添的啊，我要粉啊，是不是为了训的球杆短一点？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镜头上面怎么可能会判断得到球员的球杆长还是短呢？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呢？在电视的镜头那里你能判断球员的球杆短跟长？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差那个1、2、3 cm 你能判断出来？我不相信了。哎，这个球也推虚了一点点哈，看一下分数，40分的话他就推进这样子吗？推一库啊，还是避开了一套球就超分，哇，状态不错，状态不错。评价一下威尔逊的特点，威尔逊的特点就是一个稳定，我感觉他的稳定啊，他的杆法运用各方面都没有太花俏啊，围球防守都是非常全面啊，没有出啊，就是不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的一位选手。还有一个他特点就是他的炸杆非常准啊，一个中远台的一个准度啊，打的是不错。他给我的印象啊，因为我很久没有看他打球了，其实以前他厉害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嗯，评价一下塞尔比啊，塞尔比是我偶像啊，偶像。隔壁发生了什么啊？啊，对，很多很多，是不是很多掌声啊？嗯，九哥沉稳，不会轻易冲动是吧？九哥，总哥啊，评价一下裁判啊，几评的哇，这位朋友啊，什么都评，打先打进黑球再说哈，因为只是一杆斯诺克，应该45分。27、38、啊，没错，只是一杆，有机会甚至可以啊，把这个一套黑球先拿下，再做斯诺克。这个球的话就啊，白球来这里哈，红球去黑球，看一下能不能形成一个斯诺克。白球挡着，嗯，粉球挡不到啊，还是能直接打得到，直接打得到。那就薄边应该是可以回球哈，白球重重玩一手，感谢你的超粉虎娘，叉叉的虎娘啊，Human 的虎娘，新明金密五金的小月亮啊，哎，坐上了，那就两库啊，没揪到哈，
没有救到，哎，自由球了，那就结束了这局。啊，自由球了，也不用打了哈，就直接，直接结束。预言怎么样？预言有没有101分呢？这一局，这一局有没有101分？应该没有吧？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的朋友？我也是塞尔比的偶像，有还是没有？这个不能搞错啊！你确定才回答我？103是吧？好的，那就是感谢你啊，没有是吧？103，好的，能啊 ，OK， 好，感谢啊，感谢大家参与，上个洗手间马上回来。Thank you, frame three. Pan sends you to break. 好了，第三局了，一边倒是吧？一边倒。小范还是紧张应该没多，不会紧张的。不会紧张的，一个这样的球员应该不会紧张的，只是还没有进入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他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头脑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他现在的还没有完全进入哈，很多球的选择都，我感觉是有一点不太合理的选择哈。啊，新预言开始是吧？好，新预言开始。新预言什么预言呢？这一局就啊，第三局的话就105分了啊，105分。好，因为刚刚已经得了4分，再加4分。同样的线路啊，应该不难的哈，刚才只是一点点的意外，力度偏大了很多啊，其实大了很多。力度大了很多，这里能不能去？不能，就这边。这边能来的话，就三库，啊，是了，差不多，应该可以了哈，应该可以，就这条线路了。三库回球，太紧张，太急躁是吧？马老师，五托好，你好，五托好，陪一根提神是吧？好的。Human， 感谢你的预言法球虎粮支持，甘仔啊，感谢你的虎粮，明仔，新明五金，家里台球排第一，重重玩一手哈，感谢你们的支持。红球没有复位，什么红球没有复位？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他第一杆那个是吧？其实啊，不太重要哈，如果。那个复位本来复位就没有100%的，像这样的复位啊，球堆都动了啊，你是不可能100%复位的，只是啊根据这个复位的原则啊，原则是主要是你的白球母球的一个位置，主要的障碍的一个位置啊，去进行复位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球队，其实不要太在意哈。其实复位是没有百分百的啊，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复位哈。我就佩服马老师这画线是吧？太专业了，我还是有一点专业的，有一点点啊。专业方面我还是要承认一下哈，有时候也不适合太低调，是吧？毕竟我身后还有世界斯诺克学院广东分院，太低调了也显得不太好啊。反正随便吧哈。加了很多的右左边旋转啊，这个球非常漂亮哈，非常漂亮。所以范振一也用球杆轻轻的敲一下库边，这个球非常难啊。他的目的为什么要加左边的旋转，就是要把白球控制在这一边，这一边去挡了这个袋口啊，用篮球挡或者用咖啡球挡。刚才的自然的线路啊，自然的线路是这边去来这边会漏袋口的红球啊，所以他加了很多的左边旋转，一中库以后那个分离角就减小。非常好球，这根球非常好。哎，什么情况？同样难题又在范振一这里哈。范振一这里这个球的话沉底或者打很薄都可以，被动一点啊，但是安全也算是安全了哈。中带这个也不会打了，太难打了，这一个红球也没有的，那就只能反手。反手的话这个薄边行不行？这个应该不行哈。这一个这样子过去行不行？或者这样子行不行？得不得啊？不知道他打哪一个哈。哇，他原来还有进的这个球。WTF 了啊 ,WTF, 那就有一点点的不太好。中低杆一库是可以啊，要台的话也刚刚好。两个选择，粉球也有。哇，那选择太多了。选择太多了啊，海岸苏哥，海岸球杆，海岸皮头。的苏哥啊，感谢你的粉丝灯牌，金明五金的小月亮 ，iPhone 号的超粉虎粮，那粉球就简单了哈，只要打进就可以了。粉球如果站点的话就摆上去啊，帮我送粉球上去。第一杆，这个又上手了，又开饭了哈，麻烦了。虎哥你好，虎哥啊，广东省多届。斯诺克冠军虎哥你好啊，下午好。中低杆一个两库啊，中带底带都能做，没有多少难度啊。先得分，这个时候先拿到一定的分数啊，再去处理啊。高杆就走左边中带吗？中带黑球暂时是被锁死了。大家记住这个历史时刻，马老师罕有的看走眼了，看什么走眼了？看什么走眼了？我收哈特鲁姆普冠军的啊，总哥小到半决赛就打了，到不了决赛是吧？大家好，下午好啊。就是说对四强这一不是这一场比赛晋级的会对上施家辉的，这一场比赛晋级的会对施家辉。总哥的榨杆是非常出色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曾经记得有几场比赛他的榨杆的成功率是去到100%啊，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死亡铁三角又来了啊。死亡铁三角，肖鹤行的预言法球啊，感谢。高杆就是去处理黑球堆那里了。
都可以吧，反正你迟早都要处理。这个球能不能扔出去？有没有角度啊？哦，没有角度的，就全直，全直就推，大概这样子了。粉球点应该是现在可以摆了是吧？现在可以摆，就可以选择把粉球归位哈，角度有一点点向下，应该是可以来到这边哦。那如果粉球摆回去的话，对于它的整个连接都有莫大的帮助啊。就他一个人表演了哈，这场比赛暂时来说。打这个红球可以 K 开一点做中带啊，再稳一点的话可以打上面这个红球先做单做都可以，都可以选择了哈，中带底带都可以选择。怎么不能参加预言的？那我不知道哦，你检查这个你比我熟的，我不知道的。我开了预言了，应该哈，第一杆偏直，角度大不大？角度有，还可以继续做粉球的中带哈，也可以扔两库。现在下一个目标应该是不是这个红球或者这一个，如果这一个红球有的话就更好啊，顺带可以开球队，就是做一个向下的角度，顺带可以把球队开一下。什么情况？就是没有了哈，如果这样子有啊，怎么不做啊？这个球起码这个球是有的，这个就想不明白哈，我也想不明白。那就可以一库两库上去。打中间就是有一个组合球吗？原来是有一个组合球。我看到了，应该打不到上面了是吧？黑球很多保镖，但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话也挺危险哈。这个也有，绿球就是扔一库哈，扔一库这边来了，中低杆的右边旋转，控制的不错啊。控制的不错，恰到好处。偏直的话就只能低杆一库或者低杆做粉球，底带也可以，这也能找到组合球。其实也不需要组合球啊，一个两个，我还是觉得刚才那个角度是单叫比较舒服哈。这个球不知道角度够不够哈，不得了，也没打进。他也没有打很低的杆法哈，就做一个带口的红球。好啦，机会来了哈，机会来了，两库一库都可以了，好好把握哈，好好把握。马老师 ，Ryan Day 在八进四的发挥为什么感觉不像个十八名的？哈哈，这个很正常啊，斯诺克这项运动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那么好的，应该这条线路可能成立啊，可能成立，打咖啡是吧？咖啡就这样子两库。有一点难度，直接做底库吗？还是打得不够深哈，他的本意应该是弹到这里，
这里两步上去，慢慢来吧，先把手感打出来。斯诺克就是这么难的，它的难度就在这里的，并不是说你今天打得好，明天就一定打得好的。这个它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东西哈。啊，也漏了，麻烦了啊，麻烦了。这一局再打这个也有啊，那就基本是超分了。这个你的状态跟很多的因素是有关的，所以斯诺克运动这么难就是这个意思，它需要你非常强的一个综合的素质，而且哪怕世界第一也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表现得那么好，你的表现是受很多的一个因素去影响的，就是比如说对手的发挥你今天的状态如何球形的一个走向什么适不适合你的打法，这个非常多的因素的，并不是说你拥有一定的实力就能每一次都打得那么好的，太难了，这项运动太难了，真的很难这一两天我感觉特别难这个运动之前我还是感觉我还能驾驭现在不行了而且你真的需要每一天都保持一个状态去才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就每天都要练习，每天都要摸着球杆看着球，感受球的一个撞击才能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50分呢还没有超分的，其实这个远台可能要下赛打也打进3-0，开局不利出师不利，心理压力的影响，你也不是全部心理压力的影响嘛，这个对手的发挥好，你的发挥自然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很正常的能摆下吗？很正常的，你又发挥好，对手又发挥好，那个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对手发挥好的时候你获得的机会自然就会小，在这么小的机会里面你还要发挥得很出色，这个相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打假球的嫌疑我这里没有假球的你要如果觉得假球的就不要在这里看只能再赔一根是吧哪有假球，没有假球失误多最伤心的是球员还要说他打假球这样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尊重一下职业球员，搞个5连鞭就 OK 了是吧，没到105是吧，没有到那就结算，不能明天半决赛，明天就今天晚上的9点还有凌晨的3点分别是2个半决赛第四局的预言是这样子第四局的预言是范振一能否达到50分，5分钟就好，如果达到50分的话那就基本上是拿下这一局了，希望他可以。是啊，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一件事情把中国的一个其他就是对其他一直努力的球员付出的球员太不公平了，知道吗？的确是有人打假球，但是已经受到惩罚了，这一般害群之马也受到了一个惩罚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中国的斯诺克，不要说中国的斯诺克，我们中国的体育影响都很大的，其实影响了很多球迷，在球迷的心目中可能就是很多假球，每一场都是假球。其实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绝大部分的球员都是努力的在付出啊，打假球的已经受到惩罚了啊，也希望这个风气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向正面那里发展。这个是真的啊，可能一般的球迷看不到他们的一个付出，看不到他们的一个努力，他们的感受，一样的，不要说他们，哪怕我算是一个业余球员嘛，其实我也看不过眼啊。我在我的球房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一些就是话题啊，我都会尽力的跟他们去争，去解释也好，去什么也好，但是我发觉作用不大啊，这个真的作用不大，就只能真的要我们的一些机构去采取一些行动，或者把这个风气搞好，慢慢的让球迷们把信心就对球员的信心也好，对这项运动的信心也好，慢慢的形成。没办法了啊，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没必要说人渣，大家都是搞钱，只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这句话就有问题了。难道你没有钱就可以去抢劫银行吗？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吗？你这句话怎么能这样子说？搞钱，你搞钱就什么道德都不要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吗？不说假球的话题啊，不说假球的话题，看球，支持一下。哎呀，不好了啊！当你不顺的时候就这样子哈，每一个球都不顺，只有等啊，只有等，就是自己慢慢的去慢慢的去调整自己能做的事情，先做好，就等了。等这个机会的到来，就像这样的球，你顺跟不顺可能就差一点点哈。当然技术是有一定的因素，有时候球往往就是做不到球，就差那个几公分的一个距离，慢慢来哈，不着急。Quietly, please.好，做一个好一点的防守。还有机会啊，这一局比较关键，这一局这里有能打到应该是可不可以哈，这里也有可能是会形成一个弧度，但是应该很难哈，别搞它，又做一个防守了，两库的防守啊。好，漏了一个袋口，也挡着了嘛，挡不着了吧，挡不着了，挡不着，但是也偏直哦，这个球哈，偏直。那就只能低杆了，推是高杆是出不去啊，这个球哈，低杆，希望能通过一个库边的弹性哈，这样子弹过去，哎，打到这边，角度不对也没办法啊，这个球哈，
粉球油也不会打了，那就做一杆反手哈。反手也要尽量的注意，千万不要把黑球打死。嗯，也没办法，嗯，黑球也死了。马老师说成年人不做选择，一起来，什么成年人不做选择？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是可以打啊，是啊，可以打，给不到他压力哈，暂时还给不到威尔逊的一个压力。啊，没有连接，就做一杆反手。反手的话就挡着他这条库哈，最好是挡着他这条库，不要有这啊，这样也得了哈，反正都很难踢，只要坐上了都很难踢了这个球。很难是吧？说了人家不怕你准是吧？一条木嘴你好，一条木嘴啊！感谢你的小月亮啊，新元世家银泰来萧鹤行啊，感谢啊，一条木嘴，喂，哇，这个球就更难了哈、啊，就让他在这里哈、啊，就在这里救了。嗯，有时候就这样子啊，没有办法啊，要尽量的去找一下线路去贴了啊，这贴哪里都不行啊，应该哈、啊，这样子，啊，啊，这样得不得？哦，这边也打不到啊，可能哇，就是就这里了。理论上还是可以的，理论上还是可以。应该都终身禁赛是吧？看情况，该终身禁赛的已经禁了啊，该终身禁赛的球员已经禁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小球员啊，就是还不懂事受到牵连啊，这个年轻人我们也值得去原谅啊，值得去原谅，他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嗯，这条线路多试几次就可以了，不太难的啊，不太难的。嗯，得了，应该得了，看一下力度够不够。好球，掌声，掌声，掌声响起来。啊，不是这里，薄边也可以哈，当然加一点右边的旋转，薄边也能来，两边。论一杆吧，反正输了啊，还是能救哈、啊，救得非常非常好。嗯，有时候就是一杆的球就能把自己的一个信心打回来的哈、啊，就比如说刚才的那一杆啊，就有可能啊把他整个的状态扭转回来的。啊，沉底，嗯，还可以，还是可以。这个球也可以进攻啊，也可以进攻啊。明哥，你画线怎么会这么那么准？古镇人家你好，其实我经常的画的不准的，只是你们总记得我画的准的时候而已。经常的画的不准。哦，反手，他打这一个就是反手啊，同样都去上面，经常的不准呢，就像你们看我打球一样啊，你们都记得我打
打得好的时候啊，明哥好厉害，其实我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没有多大的记忆啊，所以啊，错误的啊，高估了我的水平。这边应该薄边是可以哈，薄边，大概这一个，对，这一个太难了，是啊，这个太难了。不错啊，转风了啊，可能转风，风向变了，刚才是西北偏南风。现在是东南偏西风，认识明哥20年有多了是吧？也不完全转回来，这杆反手漂亮，完全看不到了啊！这边贴行不行？这一边不知道贴哪里，贴底库，打最底的这个得了，不得得啊得啊都得都得啊，打不到应该哈，打到的话也要拿一个高炸打，高炸打，不太容易哈。是天塞个风啊！实战的时候解球线路老算不准，怎么练？练你就很多方法可以练的。其实你就拿一个白球随便摆一个就比如说黑球点嘛，你白球在随便放，你的要求就是两库或者三库。要打得到这个黑球，同样的道理哈，一样的啊，每个位置你都可以这样子去尝试，尝试多了，你的线路就自然好了，自然会好的。只是你的这个平时我们业余的都很少有复位的嘛，很少有复位啊。说不行啊，这里不行，有一个带口球啊 ，sorry， 然后找位置停了。这里行不行啊？抬高一点杆尾，能不能来这里？这个位置都能挡着带口的球，拿架撑也可以啊，拿架撑。就这样子啊，你就拿一个白球啊，台面上哪一个球，你就要求自己两库或者三库去啊。打得到这个红球啊，就是那个目标球，一库、两库、三库，甚至四库，一直这样子打，一直这样子去打，你的无论力度或者角度的感觉都会增强的，只是你们没有练而已啊。而且也建议大家多参加一些，就是更加正规的比赛，就是有复位的比赛。这样会对你们的对于防守的一个安全球的一个意识会提高啊，因为平时打球啊解不到就算了啊，打不到就算了啊，不用复位啊，但是如果你参加这些比赛的话，你的认知或者你的感受会更加深刻啊，可能会因为对手的一杆防守你就一局比赛就输掉。多一些经历这样的痛你才能成长嘛，对不对？拼反手咯，重摆这个局面还没构成重摆的一个局面暂时也看不到重摆的可能。旁边克雷吉好猛是吧，掌声不断。卡特被怕4-0了，哎呀，呵呵，哇，又上手了，又上手了，麻烦，又有一点麻烦，只是一点点，黑球的角度
有没有线下？没有的话，也不能做得太完美哈。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打听，做一个中远台，也不怕他。哦，有角度的，有角度就，就可以上手了哈，可以上手了啊。Eight。退一库或者升两库都可以。卡特被怕4-0，嘉年华你好，感谢你的荧光棒。哎，在主舞台的朋友也可以来到主播的直播间，跟我一起看球聊球哈。角度好像不太够哈，不太够的就不适合stun，而且白球也比较贴库，推两库先做一个中带。啊，球形又理想了啊，球形又理想了。16。刚仔的虎年支持，感谢啊。拼反手。马外梦老师，马外梦，马外梦老师还没来啊！我是马慧明，你好，马外梦，这位朋友又来啊！一库了啊，右边的旋转，中高杆的一个右边的旋转就能走到这条线路。嗯，到位了。到位，4-0了，4-0就很难搞了，4-0怎么搞？4-0怎么搞哈？不得的哦，这样子哈，哎，我都忘记我开的预言。休息完打一盘是吧？休息完打一盘，逆转还是有可能，哪怕4-0，就是那个逆转的可能性低了一点。这个球做粉球也不太好啊，直接推篮球，因为粉球的话没有直接连接的一个红球，这个球堆啊，做篮球比较容易哈，如果连接啊。最左边的红球的话，粉球有没有角度啊？还好，还有角度是可以伸过来。啊，我还是觉得推一库推到这里啊，然后这样子滑下来是最容易的啊。对于连接。哎呀，那失误了啊！就是因为这一个连接失误了。37。嗯，马老师夜播辛苦是吧？不辛苦啊，其实不辛苦的，就看一下球嘛，也有这么多好的球迷陪我一起看。其实不太辛苦，其实不辛苦，那不太辛苦，说的好像好勉强一样啊。stun follow 一点啊，或者站点都可以。难搞，难搞，难搞啊！总哥入位的时候一直是小碎步是吧？小碎步。44。那就平移过来啊。小地杆、啊、直接开球堆了，直接开，哎呀，哎、啊，还没敲分的，还没有敲分的哦，哈、啊，榨杆太稳了是吧？是啊，啊，总哥入位的时候那个小碎步挺可爱的，呵呵，这么高大的一个人走一个、啊、小碎步。他是想把篮球打死了，应该把篮球打死了，然后白球去到左上方的那个位置啊。感谢小虎牙 QAD7PA 喜的订阅哈、啊，感谢。
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为主播来一波订阅，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因为他有差不多50分的领先的优势哈、把中间的桥梁拆了，炸了中间的那一道桥啊，对于敌军的一个物资的运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非常聪明啊。断了是吧？最狂的 G77， 感谢你的虎粮啊。老狐狸还没睡，老狐狸还是睡醒了。没打进，也不漏吧？不要漏，不能漏，漏没漏？没漏啊，没有漏，中大应该没有的。有啊，好像有，有也打不着。是吧？危险啊，危险了啊！这个球应该有啊，看他这个架势，做到了咖啡球50分的优势，还需要一个红球，那就低杆，差不多了，有难度哈、啊，这个球要发力。哎呀，喂！啊，得了，给一个机会了喂，啊，机会来了，算是有了。那边什么情况？那边哈、风云突变吗？退两步，能不能做一个中带？粉球中带，黑球没有。下杆有难度，中间这个球角度也不好，那就下杆了啊！退一库或者是蹬过来，击飞了啊，击飞了，有一个击飞了，好好把握。有了啊，看一下分数啊，50分，那就是这个红球是可以用。咖啡球去连接哈，这个红球用咖啡球去连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哈，相反很大机会哈，就是还是可以清台的一个局面。因为最难的这个红球哈，只要你把白球做到这里轻轻点进了，就有粉球连接甚至蓝球连接，所以整个局面是生的哈，是不是死的一个局面。就看他的发挥了。球形不差的，其实还可以接受的那个球形哈，因为他现在分数来说打咖啡球还是够分的。这个球应该轻了一点哈，轻了一点点。是34分嘛，足够的分数哈，足够的分数。那就可以来这里。这里行不行？这里也不行，还是这里吧。做一个绿球啊，做一个绿球，推来到这里，然后绿球再蹬过来，够不够分？34分，够分，够分。那个咖啡球要留下来啊、那直接做咖啡球。不好啊，还是绿球连接，够分的。
绿球抬高杆尾就有机会哈，抬高杆尾的话，哎，很难的哈，这个球很难，这个球很难。球形不差的，其实都是可以去轻抬的。如果细腻一点啊，做的细致一点是可以的。就像刚才这个红球，如果啊过了大力一点啊，可以再做一个黑球，黑球就很舒服的升上去，做到这个红球，然后用咖啡球连接黄球，其实全部球都是升的，啊。啊，那当然需要很高的一个，就是很高的一个技术去支撑吧。但是你说那个球形啊，是啊，有可能轻抬了，就只能这样子说啊。时空徐浪儿的超凡虎粮，免费的虎粮，大家来一波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这个球就，还是可以哈。做的不错，做的不错，打带跑的一个机会了，打进就超分30分，告诉打肯定行啊，行不行是一回事，你像刚才那个局面，你就要有一个思想，有一个布局啊，就是这个局面是不是死的还是生的啊，我的这个红球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整个整盘球怎么样啊，我的分数怎么样，够不够啊，好球啊，就像。就像我刚才看到的这个红球啊，是深的，其实因为它不需要发力，你只要做到一个距离近的位置，轻轻打进就有连接啊。得不得啊，有一点难度了，现在这个球形啊，哎呀，运气不错哈，又占有一定的上风了啊，这个球还不漏啊，小范需要成长是吧，就是一般年轻球员对于简单的球形，简单的球形处理还是很好的，但是啊，就遇到一些啊复杂一点的球形，他们的处理能力那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因为他们平时练球的都很少会去啊像这方面去啊去想嘛哈。顶正啊，有机会了，有机会坐上了啊，还是差一点点哈，还是差一点点，某啦，有啦，有的哈，姜还是老的啦是吧，时空徐浪儿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昵称违规 2POOC 的虎粮支持超分虎粮，感谢哈。继续反手，那就是把红球打到边啊，打上去一样啊，差不多，有一点毒啊，就是他的意思，像用红球把这个黄球踢得更死，范振一来说就啊，尽量的在反手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球形打开啊，一个正一个反啊，啊是了，也把黄球解放出来，喂你好吗？啊就漏了嘛，漏了哈。应该是漏了，那就4-0咯，4-0。没什么难度了这个球。两边都是4-0了是吧，两边都是4-0，厉害了。那
就是卡特也很有可能被淘汰了哦。就是说克雷吉对特罗姆普啊，四扎辉极有可能对上威尔逊。范五比四嘛，希望吧，希望五比四，希望五比四，暂时可能性比较低一点喽，啊，还是有可能吧，是吧？还是有可能的啊，哎，结算了哇，那就是范振一得不到五十分了，啊，第一局，啊，我忘记了改那个局数哈，没关系。那然后，两边都在休息了，是吧？两边都在休息了。那就是第五局，第五局做一个预言哈，啊，能否达到一百分？第五局能还是不能？OK。